地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万物之灵。错，地球是男生。五月天有首歌叫《离开地球表面》，他有说到：“我摔掉地球，地球摔掉。”Grace 非常漂亮的营养师，然后平常也常常在健身。对，有个好朋友 Jen， 还有 John， 他们两个每天都约着去健身房。最后他们两个变成什么？我听过这个。什么？运动健将。没关系，那再问你哦，地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地球，你想象地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你想说为什么？错，地球是男生，因为五月天有首歌叫《离开地球表面》，他有说到地球是男生。我摔掉地球，地球摔掉。